大家好，我是产品部的阿丽塔，欢迎大家来到2021年的第一期成功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跨入了崭新的一年2021年。在这一年，艾多美依然会陪伴着我们亲爱的会员，给大家提供大众精品，同等品质，我们的价格更有优势，同等价格，我们的品质更优。这是我们的品牌理念，也是我们产品开发的信条。未来一年，我们继续进口更多的好产品，同时开发本地特色的好产品，让中国的消费者享受更便利的精品采购，又能够以中国开发的产品引以为傲。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二月份我们预计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新品呢？首先要给大家说的是艾多美每日面膜，艾多美每日保湿补水面膜，艾多美每日水润亮肤面膜，艾多美每日营养弹力面膜。我们的会员已经不止一次的在听我说要上市了，要上市了，可是迟迟还没有看到这个产品上市。哎，我要说的是，真是好事多磨呀，历经磨难终于要上市了，而且我们对每日面膜的包装设计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升级提升，让会员朋友们能够更方便地选择咱们的面膜。如果你需要补水，请选择水滴状，如果你需要亮肤，那就要选择这个晶晶亮的标识，如果你想要又营养有弹力，那你就要选择这个像纽带一样的标识。面膜内容和面膜布呢，都跟韩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请大家放心，同样的海藻面膜布，同样优质的成分，请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选择适合的产品。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艾多美养发液，这款产品是一款头皮护理的产品。头皮护理，小朋友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大部分人都在头发上做足功课，洗发水呀，护发素呀，发膜呀，一个都不能少，为的就是让头发有个更好的状态。那大家来看，我们的头发是不是长在头皮上，是不是像极了长在地里的庄稼？如果想要头发更加健康，那还得兼顾到我们头皮的养护。这款养发液含有薄荷脑、水杨酸、维生素原 B5 等成分，能够帮助我们强健发根，然后呵护我们的头皮健康，使我们的头发能够恢复年轻和光彩。当然它也含有很多的天然成分来去帮助我们头发头皮的养护。使用方法呢也很简单，就像这样喷在我们的发路上，如果没有发路的地方，就可以用手指或者是梳子分开我们的头发，直接喷在我们的头皮上，然后呢用我们的指腹轻轻地按摩我们的头皮，每周做个3到5次，按照自己的需求给我们的头皮做一个放松的按摩，头皮得到了滋养，头发才会能够茁壮成长，头皮健康，头发才会更加健康。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艾多美柔护贝贝系列。贝贝系列呢是专门针对娇嫩娇弱肌肤的系列，包含两个护肤的产品和一个2-1的洗发和沐浴系列。护肤分为护肤霜和护肤乳，乳液的质地呢比较轻薄，护肤霜的质地呢更加的丰盈，它的肤感也是不同的，适合的肌肤干燥程度也不一样，更干燥的肌肤部位呢需要质地丰盈，比如说护肤霜，像这里给大家提供的就是护肤霜，像我们的手部啊、腿部啊，这些部位呢较干燥，缺少水分，也缺少油分，所以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护肤霜的质地。大家也可以看到护肤霜质地非常的莹润，所以呢它更适合肌肤干燥的部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腿部啊，还有手部呀，还有我们的胳膊都是可以用到的。那相反呢就可以选择我们的护肤乳，质地呢更加的轻盈，也能呵护肌肤的水分，减少水分流失，让我们的肌肤更加润泽。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艾多美发酵诺丽果汁饮料。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的就是这款营养又美味的诺丽果汁饮料。提到诺丽果，很多人不了解，也没有见过，
它可是被称之为上帝的恩赐，超级水果。它的营养成分真的是让我们瞠目结舌。单一的水果营养成分，最丰富的水果，被人类已知的营养价值成分就有227种之多，其中包含了13种维生素、16种矿物质以及8种微量元素，还包括了9种人体所必须要的氨基酸在内的20多种氨基酸，还有10多种具有抗氧化性作用的物质，这还包括了很多很多我们大家未知的一些。它其貌不扬，但非常了不起吧？这么有价值的果实，那我们艾多美一定不会错过。艾多美把诺丽果汁带到了中国，口感酸甜，每天来一点，生活更满意。我仅简单的跟大家在这里科普一下，具体的信息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大众精品厂的线上研讨会《新品早知道》，详细跟大家去介绍它。中国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的护肤品当然要配上好的护理美容仪，可以事半功倍。艾多美美容仪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上市了。这款美容仪是利用了电穿孔技术，瞬时干扰组成角质层的脂质，让给予肌肤的有效成分能够更好的吸收，更深层次的渗透。使用呢也非常的方便，分成4种模式、3个档位、3种不同的方式，微热、震动和电穿孔，也就是大家能感受到的微电流，可以根据自己的肌肤需求和今晚你要涂的护肤品是什么来挑选你的模式，给自己来一个脸部的高端护理，让产品更好的发挥出它的功效，皮肤有个更好的状态。如果你是涂抹保湿类的产品呢，就启用蓝光模式。如果想要变换档位，你就可以短按开关键，短按这里的开关键，选择高中低档。如果想要加热加温热的选择的话，可以长按我们的功能键，就是这里功能键后面的灯呢就会开启标识，开启了热模式。同样的方式还可以选择白光，还可以亮白肌肤的模式，紫光可以紧致提拉的模式。如果你只是想要热模式，可以选择红光模式即可，长按我们的功能键，它还可以又热又来震动。每天使用一次即可，每次不要超过5分钟，充电的时候不能使用，所以使用前请充好电。这里也温馨的提醒各位，如果皮肤比较娇弱敏感，有这个伤口，千万不要贪图产品的效果贸然使用，一定要谨遵产品的使用说明书。好啦，说了这么多我都说饿了。什么味道？怎么有一股香味儿呀？差点忘了，最近我们马上就会上市艾多美土豆蔬菜拉面啊，好想现在就要吃一口呀，让我梦想成真吧。哇，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土豆蔬菜拉面啊，大家有没有闻到味道呢？我现在已经是抑制着我的口水，带大家先来尝试一下我们的艾多美土豆蔬菜拉面哦。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的面条是选用了韩国产的土豆制成，一包呢含有5个90克的土豆，口感非常的 Q 弹有嚼劲，让我来替大家先尝一下吧。出溜一下，爽滑带感。再来喝一口汤。浓香鲜辣，喝一口啊，瞬间感觉到来到了韩国，而且它不是那么的咸，吃了也不会觉得口干。辣呢，跟平时吃的麻辣和香辣都不太一样，是很清爽的辣。啊，如果你再能配上一份韩国泡菜，那就圆满了。好啦，相信大家已经隔着屏幕都在流口水了，那大家也一定像我一样很期待这款土豆蔬菜拉面上市吧。这是一期最有口福的线上直播了，我要赶紧享用它了。下一期成功学院再见吧。哇，真的是好美味。
好吃。你们不吃吗？让我吃下去。